没想到我们干了这么大一件事，居然还活着。我叫郝英俊，290斤，是个保安。郝英俊，到底是干啥的？他那么胖也能当他？厉害吗？这个，我们好像走反了。那边是电梯，那边是个门。这肯定有问题。这个差不多得了。你谁呀？把这美颜给我去了。